尤其我们的这个尾椎的这个地方有好多工作要做。因为如果说我们的中段的内在的力量怎么激发出来，如果我们丢出去有自己的尾巴跟尖，你的 center 这辈子都是散的，你只是因为跳不起，只是假装看起来 OK， 可以蒙混不懂技术的人，那觉得还好。但真正懂技术的人一看就知道你有一个大的问题。中段的力量怎么来？正常来说，我们的尾巴尖都是弯曲，有拿掉的，这是正常。所以身体是散掉的，这是正常人的生活状态。那在跳舞的时候，我们只要你是跳舞的，和生活当中的自己最大的一个区别就在这个部分，我们需要把它填满，所以你的尾巴尖是非常下的。所以因为这个起伏的关系，你会有一种收腹的感觉，然后中段会有收缩感，所以你需要把它拿回来。当然不可能一直拿着，因为一直拿着也不行。你需要在放进去的时候放一个自然的状态，因为你把力量放进去，但是在回来的时候你肯定需要把这个位置怎么样拉直。你在拉直的同时你还得更多的甚至往里卷去，因为我们的中段需要把力量怎么样传递回身体，但同时在转动